迎收看108年1月16号的港都新闻，我是夏小欣。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市政府15号举行非洲猪瘟防疫演习，模拟肉品市场拍卖猪只发现病变之后，相关单位进行各项标准防疫程序。市长韩国瑜到场观看演练，期盼透过通力合作，有效阻绝疫情。市长韩国瑜15号率领劳工局劳检处人员进行春节公安检查，当场发现厂商施工架未设护栏等缺失，除了下令停工限期改善之外，也开罚新台币6万元。副市长李思川被韩国瑜市长延揽进入小内阁，这段期间广受好评。他接受港都新闻新春特别节目专访，除了期盼道路水利建设更加顺利之外，也把握机会向市民拜年，祝福大家新春如意，发大财。高雄市政府15号举行非洲猪瘟防疫演习，现场模拟肉品市场待拍卖的猪只发现病变后，相关单位进行的各项防疫程序。市长韩国瑜到场观看演练，他表示，面对可能随时爆发的猪瘟，市府一直严密关切，也期盼能通过各界的通力合作，有效阻绝疫情。因应非洲猪瘟入侵风险，高雄市政府15号举行防疫演习，动员相关单位共42位防疫人员，现场模拟肉品市场待拍卖的猪只发生病变后的各项防疫程序。市长韩国瑜亲自到场观看演练。总共做不妙嘞，还是红斑啊、土啊、都有斑会在啊嘞。养猪场业者向动保处通报情况后，单位人员随即赶到现场处理，并出动挖土机、消毒车、动物尸体集运车等车辆机具，剖检确认猪只感染非洲猪瘟后，依规定进行扑杀及焚烧掩埋。韩市长表示，防疫视同作战，盼通过通力合作防堵疫情。高雄市政府事实上这段时间来一直都密切注意，我们尤其承办的农业局吴局长非常非常的认真，督导的李思川副市长也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厉的提出警告，要特别提防。韩市长表示，这次演练情境设定为境内猪只发生非洲猪瘟后，相关单位紧急进行处置，他请演习同仁务必将标准作业程序展现出来，因为一旦猪瘟发生，对台湾的经济民生等各方面影响都不可想象。各位在座今天参加演习的各位好朋友，要拜托你们把 SOP 整个标准作业的程序展露在所有民众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一场可能随时会爆发的非洲猪瘟。防堵非洲猪瘟疫情，市府呼吁民众要配合不网购、不丢弃、不携带国外肉品入境的3不原则，业者也要加强疫情自主防护，才能共同防止疫情发生。港都新闻林廷阳、夏小欣采访报道。农历春节即将到来，为避免事业单位因岁休赶工而发生职业灾害，高雄市长韩国瑜15号率领劳工局劳检处前往高龄整合长期照护中心新建工程进行春安检查，发现施工架未设护栏等缺失，当场下令停工限期改善，并开罚新台币6万元。年关将近，为了避免事业单位因岁休赶工而发生职业伤害，高雄市长韩国瑜15号上午率领劳工局劳检处前往这栋正在新建的高龄整合长期照护中心进行视察，呼吁务必重视劳工安全。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劳动安全检查是很重要的。业主呢，我相信有的时候可能疏忽，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成本，可是我们政府劳工局来开始这个检查之后呢，提醒他们注意。那有的时候运用一些行政手段，大家最后能达成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之下，劳工朋友们来施工的话，我想我们都是比较愿意见到的。大楼工地有许多高处施工铁架及杆电的高危险作业，而检查后发现楼梯高度2公尺以上的施工架及一处高度约6公尺没有设置护栏，当场要求停工，并裁罚6万元。韩国瑜市长强力要求业者确实改善，就是一楼那个满堂架啊，它那个施工架哈，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施工架。施工架它有一个开口的护栏没有设啊，没有设那个立即危险性的哈。还有3楼电梯口里面有架设施工架，那一些也有一些开口啊，没有设护栏。那这个部分我们给予立即停工啊，那也予以罚款处分了。
努力拼经济之余，也要顾虑劳工安全。韩国瑜市长强调，公安无假期，而劳检处也将不定期实施公安复查，杜绝公安意外，确保每位劳工的安全。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参考报道。今年春节放九天，民众可以好好规划假期要怎么过。不过要注意了，南来北往的返乡过年潮正是流感传播的时机。市府卫生局就提醒，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是流感的高峰期，呼吁民众到公共场所时要注意咳嗽礼节，饮食和作息要定时定量。还没接种流感疫苗的民众最好赶紧接种。流感无孔不入，特别是天气冷热变化大时，尤其春节连假即将到来，亲友互访或者外出旅游机会大增，每年这个时候正是流感的高峰期。我想每一年到了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都是我们流感的一个高峰期，所以除了平时要每年要去定期的施打我们的流感疫苗之外，还是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假使你有相关的慢性疾病，一定要持续跟医师来配合，把相关的用药都要持续去服用。市府卫生局呼吁尽量减少进出拥挤的公共场所，以及减少待在室内的密闭空间，选择空气流通的场所，特别是免疫力低的老人和小孩要特别留意。免疫力上或是多重慢性疾病的部分，一定要这个尽量减少到我们的这个拥挤的公共场所，尤其是室内密闭的空间去活动。不过民众难免还是得出入公共场所，这时本身如果有呼吸道疾病的话，就得戴口罩和注意咳嗽礼节。咳嗽的时候能够用衣袖去做一个临时的一个处理，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呼吸道咳嗽卫生礼节的一个规范。大家欢度春节，也可能会大吃大喝，晚睡晚起，生活作息整个大乱。市府卫生局提醒，尽量维持正常的饮食和睡眠，才能够增强免疫力，保持身体健康，疾病不上升。港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首席土木工程被韩国瑜延揽进小内阁，首要之务就是协助韩国瑜市长解决市区道路坑洞的问题。果然他不负众望，赢得市民肯定。他受邀在港都新闻新春特别节目专访中畅谈新年新希望，除了期盼道路水利建设更加顺利外，也把握机会向市民拜年，祝福大家新春如意，发大财。副市长李四川百忙当中受邀录制港都新闻特别节目，一开头不免俗要跟观众朋友拜年贺新春。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市民同胞，大家好，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工程背景出身，李四川讲话简单利落，不过对于市长韩国瑜特别重视如何协助解决道路坑洞的问题，他可是展现专业能力，清楚说明。我们用的都是这个中钢的炉石。那我看所有的施工人员确实也依规定来做这个铺设，那所有的我们公务局的同仁也相当的辛苦，那除了给他加油打气以外，那也在要求希望能够严格的管控我们所有的施工品质，所以在这一部分我都希望能够在有限的资源，那在这个三月底之前，我已经画出二十几条，大概从1999大概反映的比较不好的这一个道路，那希望在三月之前能够把它全部铺平。李四川要求用料不能马虎，施工过程按部就班，工程品质才会有保障。他还深入到施工现场视察，赢得市民称赞。至于同样也是他负责督导的水利工程，李副市长也有独到见解。我也要求我们水利局尽速的，希望在黄信期来的这个之前，如果当然这个朱红池的施工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一淹水的那个部分如果能够马上，包括增加抽水或是这一个侧沟的这一个改善，那大概这几个月希望能够尽速的把它完成。来自屏东出身捕鱼家庭，李四川个性诚恳率直，北漂工作几十年，如今被韩国瑜市长延揽入阁，南漂返回家乡。李四川强调会全力协助市长，也希望市民对市府团队有信心，并祝福大家新春如意。祝福所有我们高雄的市民，这个新年快乐啊，这个万事如意啊，当然是一定爱赚大钱，钱大赚，大赚钱。这个大概是就恭喜发财，
这个是每一个人最大的希望。我也希望我这个到高雄来，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市民做最好的服务。感谢大家。30分钟访谈，副市长李思川跟主持人畅所欲言，也让人见到他真性情的一面。至于完整内容，将在农历春节期间播出，届时敬请观众朋友锁定高雄都会台第4频道晚间6点准时播出的《港都新闻》。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市议会16号举行临时会，除了确定议员席次外，委员会竞争也是相当激烈。其中，公务、卫环及教育委员会登记人数纷纷破表，最后经过3轮抽签后才拍板定案。不过，重头戏还是17号，市长韩国瑜将要首次到议会施政报告，届时势必引发更多关注。本席宣布高雄市议会第3届第一次临时会正式开始。敲下议事锤，高雄市议会议长许坤元宣布临时会正式召开。去年底市议员选战结果，议会蓝绿版图改变，加上新生代议员的加入，整个议事厅呈现一番新面貌。高雄市议会临时会第一天，除了确定议员席次之外，也将成立各种委员会，其中教育、卫环以及公务委员会最受到议员的青睐。8个委员会当中，卫环、公务及教育委员会竞争最为激烈，登记人数纷纷破表，而负责观光、交通及捷运局的交通委员会也很热门。韩市长的政策就是希望未来我们要带动高雄的观光嘛，那二来就是我们的轻轨的问题，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整个轻轨，还有整个我们高雄市的交通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交通委员会里面这一次在这个会期，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委员会。有议员第一轮就顺利进入心目中的委员会，也有经过3轮抽签之后才大致抵定。热门委员会竞争激烈，但也有议员一开始就锁定较冷门的内政委员会。内政委员会在这次的议会来看，确实是非常冷门。我是从头到尾第一顺位就坚持在内政，结果投票出来也第一顺位也只有我跟陈美雅议员，国民党一位，那我也一位，就2位。那为什么我一开始锁定内政呢？因为其实我从基层做起，其实警政、警察、消防还有民政，我觉得这是很接地气的公务单位，所以我一开始就打定第一个治安是我所重的一个环节。蓝绿议员席次大不同，也反映在党团气氛上。临时会召开前，民进党党团举行闭门会议，而相对的国民党党团议员席次过半，30多位议员挤在党团办公室，显得格外热闹。似乎也宣布将在这次会期当中大显身手。临时会第一天，在议长许坤元的主持下圆满落幕，但最受瞩目的还是17号，高雄市长韩国瑜及他的市府团队将要首次来到议会进行施政报告及答询，届时势必引起媒体的关注及在野党对他上任以来各项政策提出质询，一问一答之间必定相当精彩。以上就是港都新闻王四五、李正道的采访报道。保安大队迅雷中队深夜执行勤务，在左营区发现一部100万名车绕着圆环，且冲向巡逻警车。警方拦下盘查后，嗅到藤姓驾驶与乘客2人全身都散发浓浓 K 味，继续搜索下去，果不其然发现车内有大量2级和3级毒品。藤姓男子才说出他生日与友人南下高雄要开趴，不料却因为不熟悉社区道路，差点撞上警车，被警方逮捕，直呼很倒霉。深夜里，藤姓男子驾车冲向巡逻警车，被远警拦下盘查。和乘客2人下车后，警方发现他全身散发浓浓 K 他命味道，但男子却自称只有抽烟而已。烟棍没看出来，你烟棍 K 他咪？警方询问下，藤姓男子表示他来自台中，今天是他生日，所以才跟朋友南下庆祝。对啊，你看你在生火嘞，我哪卖给他撞过一只来偷笑啊啦！藤姓男子言语中藏不住紧张，警方觉得可疑，立刻展开搜查。果不其然，看见车内有吸食毒品 K 耶盒，继续搜索下去，当场发现大量2级毒品和3级毒品。在嫌疑人的身上及车内发现了一些2级的 NDNA 及3级的 K 他命毒咖啡包等证物所以继续的予以查扣追查。你先去炸一下要助兴哦。
警方搜出毒品后，询问藤姓男子携带毒品是否要助兴，藤姓男子还笑称没有，才向警方坦承南下就是准备要开趴。嫌疑人也两个人都坦承有吸食毒品的习惯，可是经过警方过滤，因为如果要吸食的话，那么多的量，因为也是会再继续追查贩卖或转让的意图。生日吸毒助兴没成功，反而因为不熟悉社区道路，差一点撞上警车。藤贤直呼很倒霉，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送地检署侦办。港都新闻李佳龙、夏小欣采访报道。政修科大推广教育中心开设的社区绘画班十号举行成果发表会，场面相当热闹。20位创作者展出水彩、版画、速写及复合媒材20多件作品，其中许多人过去都没有美术基础，但靠着兴趣及老师细心指导，作品都在水准之上。如今透过艺术创作，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绘画班同乐会，赞不赞？赞！能够跟同好一起举办成果发表会，真的是好兴奋。20位正修社区绘画班的学生历经一段时间的学习，如今展现成果。其中这位78岁的王女士，接触绘画班才短短4年，从没想到自己有这番成绩。旁听了以后，我觉得老师的讲话不是一般的说一定画什么，它是很多样的。第一天进去的时候，他还把灯关起来，要我们喝咖啡。然后就想一些，那个主题方面的要画出来。我觉得这个方式我很喜欢。社区绘画班当中有不少是退休人士，秉持对艺术的执着，把握时间充实自己。发表会上，水彩、亚克力彩、速写及版画作品都是一时之选。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老师，就蔡先友蔡老师，他都是用启发式的方式来引导我们。他不会说像说一颗苹果你就要画得一模一样，就是你必须要用把东西看进去你的心里面，再从心里面画出你心中的那一颗苹果。所以因为这样启发式就可以把你的右脑再开发起来，就会让你觉得更有趣。图像的表现相对语言跟文字的表现里面，事实上是我们身为人的另外一个强项。那在线条的展现上面，跟在色彩的展现上面，我们只要启发他的认知，其实就像语言跟文字一样，他能够表现自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员在虽然没有任何绘画基础，但是到了班上来之后，他能够自在的表现，我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位陈同学偏好实体彩绘，这碗卤肉饭画得相当传神，一度让人以为是韩粉。先看完之后，那整个构图里面的想法通通出来了之后，才去下笔画的，然后再慢慢一笔一笔，真的对食物去画这样子。跟市长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我韩市长的卤肉饭我知道很热门，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跟他那个，我只是看到一个东西就想要去把它画下来这样子。绘画班的同学平时抱着开心的心情认真学习，如今成果发表，每个人更是兴奋到不行，将不大的艺术中心挤得水泄不通，看得出来投入艺术之后真正丰富自己的人生。港都新闻综合报道。3民区安义里的平安社区关怀据点很有创意，里头许多游戏和艺术品，像是益智拼图、缝车摆饰、古早味铜腕等，都是长辈利用废弃物自己 DIY 完成的，环保又兼美观实用。另外，为了提供里民更大的活动空间，里长周黄俊宇未来会将据点迁移到活动中心，并结合社区资源扩展课程活动，期盼能带给长辈更好的照顾服务。一早就看到阿公阿嬷专心在玩拼图和平衡游戏，这是安营里的平安社区。每次课程开始前，都会先让长辈自己玩益智游戏，训练他们的专注力和手眼协调力。不过有注意到吗？为了环保并节省资源，益智拼图是由纸板做成的。另外，像是创意风车、向日葵花，还有古早味铜腕等，都是由总干事带领长辈运用，像是吸管、纸杯、铝罐等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后，做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有很多那个垃圾要丢掉了啊，然后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最少的成本，
啊，也让那个要丢掉的那一些资源再加以利用。像这个都是，总共有30几个啦，啊，每一个人都有做一个。像这个火车也是每一个人都有做一个。手作艺术品不仅创意十足，完成后还可以拿来玩，甚至装饰关怀据点。除此之外，为了提供里民更大的活动空间，里长周黄俊宇将结合社区资源，计划将据点迁移到安义里的活动中心。那活动中心来的话，这边的话最起码可以容纳100-200个人啦，让咱的里民哦，让咱的老人家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老人家在这边就是大家一起共餐，中低收入或者是低收入户的家庭，我们能够让他小孩子来这边，啊，我们有志工来帮忙照顾。目前平安社区关怀据点每周仅有一天的课程活动，会带领长辈进行太极拳，并提供共餐服务。而未来据点迁移到活动中心后，里长也会整合资源，扩展课程活动，盼能带给里民更好的照顾服务。平安社区站站站。港都新闻张世明、夏欣采访报道。国小的语文课和艺文课怎么结合，会让学生更有兴趣学习？新庄国小5年5班的老师刘玉华带领全班27位小朋友演出改编自课本里的打怪攻略。由于大量加入时下流行的戏剧、卡通和广告，爆笑的剧情是逗得台下学弟妹笑声连连，也培养学生勇敢站上舞台的自信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夸张的服装造型搭配幽默爆笑的对话内容，逗得台下学弟妹笑声连连，怎么也停不下来。打破以往对儿童舞台剧的印象，这出打怪攻略是新庄国小老师刘玉华带领5年5班的学生集思广益，创联12出时下话题戏剧、广告及卡通，自编自导的创意舞台剧。人家穿的内裤都掉下来啊！最后一句台语，为什么？因为很好笑。我们如果只是在课堂上坐着，学生坐着学习，老师在课堂上站着这样教授课程当中，其实是很多欠缺，因为小朋友就没有自己实战的经验。所以我们语文课为了让它更活泼更有趣，我们就语文加上艺文表演，然后让它结合之后，小朋友就可以实际去操作，实际去体验，他们自己去演出那些角色。以名导演李安面对梦想不放弃的过程为主轴，刘玉华老师把语文和艺文课相互结合，让学生充满自信站上舞台尽情表演。这个角色是你喜欢的吗？还蛮喜欢的啊，就符合我类型。跟同学一起这样子努力的感觉怎么样？就很有成就感。谢谢老师让我到了这一班可以参加表演。穆斯塔城，超级完美的名字。波菲塔城。在一连串的台词后，又马上变装跳舞，有韩团流行舞蹈，也有台语经典恰恰。全班27位学生，每个都至少有1到3个角色。排演的时候，有的动作要自己想，然后有时候那动作做不出来，不敢做。就努力去做啊，把它让自己做出来啊。在真正表演的时候，你要去跳的时候就会很紧张，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就是想说这是原本排演就已经要这样子做了。这出打怪攻略不但看见国小学生惊人的表演能力，也发挥在道具和造型上，透过家长与孩子收集回收纸箱再利用，让学生在舞台上尽情表演，也对地球尽一份心力。成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We'll be right back.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夏小欣，我们下次再会。